Happy Cooking Show， 关你尿尿尿。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Hello, hi, I'm Kevin。可以，嗯，妻子问答。你要我问你吗 ？No， 我考你。好。稻米跟小米的差别在哪里？哎呦，那简单嘛。稻米的米粒比较大，所以它叫大米。小米的米粒比较小，所以叫小米。哦，你很像原住民哦，讲话就是直接翻译的，这样子吗？是啊，因为常常这一次跟他相处好几天哦，哦，所以一起工作。对，我们去那个泰马里，对，那个新乡南部落。耶，然后呢？你看这个小米很美，原来小米一串是这么美的嘞。第一次看到，其实很不简单嘞，因为小米不好种，不好，它的那个要弄壳啊，这些都工作会比较多，所以没有人要种。而且我看到小米栽种的地方，它是顺着斜坡种的，长得一点都不起眼。尤其经过戴牧师他们很有心的富裕计划，有没有？那天我们去的时候，刚好收成留一片给我们参与一起收割。哇，排成一排耶！对，很神圣呢。收割的时候不能乱讲话，是哈、哦，只有说、就是，而且女生是负责一直收，用手啊踩，全部用手去踩哦。对，男生负责的，有的时候就给你绑完就一串，哇酷喊一下，哇，好棒哦！那天丰收哈，这样前后两串啊。有50斤哎，50公斤哦，50公斤哦，你好厉害哦！以前的人还要爬坡呢，收割完上面要去开始要把那小米去晒。自从啊在那边收割以后，扛那个这边肩膀50斤了，对，哎，更厉害在这里，他们呢用脚去踩，踩完之后呢还要脱壳的时候，那个哇，这个妈妈很厉害。他脱壳，那个东西壳都飞。妈妈叫伊娜说哈，他脱壳的时候那个风啊，自动有风。我们说你还问他说风从哪里来？对啊，我弄为什么他你的风都往你身上？对对，所以很奇怪哈。好呀，好海耶呀，好海呀，嘿呀哦海呀，好天气耶呀。好嘞。我们也要开始了，你最后就是欧嘞，我们客家话叫好了叫后嘞，像不像？一样的，很像。哦，原来原好啦，客家人是从原住民来的咯。哪有？不一样，不过我们两个都蛮亲的。好 ，OK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小米是原生种，我们要做什么菜？我们要做一个小米刺葱馅饼。哇哦，做成饼哎，又加了那个刺葱，刺葱也是原住民爱的佐料呢。对，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另外搭配这个葱馅饼呢，可以配一个好喝的小米南瓜浓汤。哇，小米浓汤，今天小米就果果就会浓汤，就不用炒奶，不用奶炒面粉，对，那是正健康。所以这两道菜是要谢谢那个你妈妈，也是那个原住民泰雅族的。泰雅族以前是做国宴，对呀、啊，专门做原住民国宴。哇，那真的很感谢。你看他提供的材料，刺葱，台湾族的小米配上泰雅族的刺葱，够美吧？为什么叫刺葱？因为它很刺，要小心。可是哈、哦，它真的很香。嗯，我觉得刺葱的香气哈。刚开始闻，我觉得它很像肥皂味，可是慢慢呢，它来烹调的时候会特别，哇，很舒服。很累的人哦，还提神，提神。然后它很适合搭配面食哦。嗯，它有薄荷味，好多好多杂味哦。我觉得在做这个包在那个跟那个葱啊，跟三星葱一起来结合。真的很棒、哦、太棒了！我觉得不同族的人种的东西，我们把这个文化，阿里山周族的南瓜搭配台湾族的小米，泰雅族的这个，再结合三星葱，三星葱，你看，自从我们采访之后，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的食材呢，用最主要是享受他们的爱心 ，That's right， 然后我们再用心做成好吃的料理。OK， 现在先来做葱馅饼了吧 ？OK， 我们现在看小米好不好？好，哇，这个要先洗干净，我会洗三遍，因为哈、哦，这个采收不简单哦，他们还要用脚踩，对不对？对，脚踩这样搓一搓，搓一搓，还要搓香港脚这样。不要这样说啦，因为他们都很健康的原住民。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很健康，没有香港脚啊。OK， 洗完以后把它沥干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有没有发现一点啊？这原生种的米在泡的时候哈、它不会很多太多的那个淀粉杂质出来。对，然后它还是完整颗粒，不会这样子。
不会这样子，呼呼，对，很结实。Okay, 好，那我们洗完三遍以后呢，然后还要把一些黑色的一些杂质洗的时候要装在滤网里面，对，对，我们先干干的先挑一些杂质，再来洗，你比较好挑。如果你已经泡好了，你就不好挑，因为很小粒，你的肥手指那么肥，挑不到。OK, 好，那我们呢要泡，可是今天要泡哦，要温水。怎么讲呢？如果说100g 的小米呢，好，我们要用这个哈100cc 的温水，所以我用50cc 的室温的水 ，OK， 加上50cc 的滚水，很滚的水，哇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好，如果说你没有很滚没关系，我们加进来再来测，好，总共要100cc， 好，那它大概室温跟热水混起来大概50几度，好，大概会在55度、56度这样子。现在只有30几度。没有。40，有50了。OK， 因为今天我的水不够滚，可是50度 OK， 我也不要太烫，好 ，OK， 大概50几度的水哈，就沥干了以后再去冲，冲它，它会它稍微有点蓬起来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泡完以后呢，我们变这样 ，OK， 好，变大了。对，只是说因为我今天要做小米的饼，所以呢，我又有 yogurt 又有其他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会把泡完以后我会把40cc 的水丢掉，好，那它就变成没有什么水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打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下来，很简单，这个已经去掉。100cc 的温水泡过以后，去掉40cc 的水来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打起来哈，这样子把它放进来，因为我们做的量不大，所以用小机器来打。OK， 那因为我们做饼哈，煎的速度蛮快，所以我用温水的原因哈，是要让它有点发起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打起来。OK。其实我们泡哈，今天的米一定要泡3个小时以上 ，OK， 好，不能说哦马上泡，不能先米打成粉来做，不一样、哦。对对，不一样，这样你的饼不好吃啊、哦。你泡了3个小时，把40cc 的水丢掉，现在我们放下来打 ，OK。又给你找到一个新米器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打起来哈、哦，果果的，OK。狗狗，那我们再要50cc 的热水。好，现在50cc 的热水给它 ，OK。我们要烫面的感觉，懂吗？就是说做饼要烫面的感觉，所以哈、哦，我现在打好，我再加 ，It's OK， 谢谢。好，再加50cc 的热水，好像在烫面的感觉，这样加进来 ，OK。然后呢，再打起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。他们说哈，这个小米呢是碱性的米，碱知道吗？所以通常呢，他们呢在碱性要发酵做小米酒啦，或者这些一些饼有没有、都要有一些。他们用那红梨，可是这次呢红梨比较少，那我们呢今天是用 yogurt， 有点酸度，有点酸度、所以呢今天虽然没有加酵母，可是呢、这个 yogurt 的酸奶会让它有一点发酵。 OK， 就这么的，不能先加，最后再加，先加面粉来吧。先加什么面粉呢？中筋面粉，多少 gram？ 150 gram。好，然后加一点全麦，这个饼会更香。多少 gram？ 50 gram。OK， 然后加一点。我怎么觉得我很像那个伊娜一样，动作慢，然后你很像那个原住民的，哎，爸爸叫什么名字啊？男生哈。伊娜的，伊娜叫妈妈。妈妈。OK， 然后那个糖加一点，有点甜粉，因为有些时候你就是要这个要让它面哦有点甜，然后加一点那个海盐，哇，海盐也是很好哦，会让它有点精度哦。然后呢，一点橄榄油，有一大匙，一大匙橄榄油。OK， yogurt， 现在面粉加下来，它温度已经降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加 yogurt。等一下，绝对吗？对，我的小米呢？你的小米。打的小米，什么时候加进来了？打好丢进去了。
你真的是伊娜嘞哦，哎，忘掉了。对，你妈妈也说突然忘掉，我们跟她学这个谱，她也突然忘掉了。我们跟你妈学的还是没有在山上待太久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把 yogurt 加进来，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yogurt， 如果说你 yogurt 哈用羊奶做更好，因为羊奶来做 yogurt 哈是可以更抗癌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手来搓吗？可以开始，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。工作给我，我们这个哈不用。好像擀馒头，你只要把它弄成一个豆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饼不是要做油油的葱油饼，不是，好、哦，也不是要做成千层饼，也不是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做成什么？做成这个小米饼。爸爸，反正哦，好的食材做出来好吃就好了啦，管它什么饼。OK。在这边山上待，我发现原住民就是享受上帝的创造，什么野菜什么香的，大家手都可以吃就拿来吃了，也是好的。 OK， 你看这样子也不用擀啊，就这样子稍微擀一下啊，要擀搓揉一下，搓揉这样子要用爱心，有爱心，这样够了吧。嗯，就这样有点软软的哈、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它吗？要，还是要搓揉一下，还是要搓揉一下。对，要吗？ Okay， 这样子像搓馒头一样才会 Q， 才会 Q。 他小米已经够 Q 了呢，再 Q 还要更 Q。 好，跳舞耶、yeah。 OK OK， 好 了，收工，收工了。对，原住民很早就要收工了。哦，哎呦呦，小心了。然后呢？ Yes， 哇哇，你看他很 Q 哦，这不是在山上了，你丢那么高来。好，来 OK， 可以。好，我们先放进去，不是发酵，让它那个，它不是吐司发酵的很大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加酵母，可是给它哈，让它回软，回软。好，三个小时后变怎样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来了，耶、yeah ，看到没？哦，不错，哦，不错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样一份呢，可以做一个大饼，两个薄饼，一个大饼，两个薄饼，对。然后呢，要几 gram？ 大饼200 gram。大饼200 gram， 那我就来切咯。小饼2个150。好，然后呢？这样子啊，然后再切一半，再切一半。嗯，那大的要200克，对不对？对。小的要150。小的150。那要这边才有150吧？哦，对。好看。哦，200刚好给你做那个包葱的。哦，包葱的。好。对对，200啊，这个200，好好。那这个要150，对不对？对。172，切一些出来。嗯。啊，你今天有做 double 分量哈、啊？OK。好。好，这样子150。那我先擀两个小的吗 ？OK。好。可以了。好，让我小的整形成圆的。大的这个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葱馅饼哈，就延展，把它拉长，看它很有弹性哦。很有弹性哦，因为它是小米哦。哎，我觉得哦，在擀这米的过程，我会体会到他们那天那个，他们就是当天收割，然后呢就自己要吃多少米啊，就开始用那个啊，一边唱歌啊，一边就蒸那个小米，把那壳弄出来，然后就来煮饭。开始，Olé， 哎，有一首歌 Olé Olé Olé， 那是世界名曲啊，世界名曲啊，哎，也是跟这个学来的。哦，也是跟原住民学来的。对，哦。好，那我这个做圆的150哈，有些时候我们要配浓汤哈，我们的饼要清爽哈，所以我今天做一个薄薄的饼，就这样简简单单，把它这样子哈擀。那我们是烤饼，不用油。刚才我不是有偷加一点橄榄油吗？这样子就干干的去烤，然后饼很清爽，不油，不像葱油饼这样油油的。OK， 我擀好了，你擀好了。那么快呀、啊！我还没擀好，我要做功课，我先擀好了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就刷一点橄榄油。那你也可以不用橄榄油，就是用那个，有时候我们炸红葱葱的葱油也可以，或香油也可以。好，你这要包葱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帮你哈。那我调很重要。我们的葱馅饼是什么呢？就是三星葱搭配刺葱。刺葱。那我先帮你加。对。加刺葱，刺葱很会氧化，它铁质很高吧？OK， 其实它绿绿的，你看它铁质高，你切切了以后它就，然后加海盐，盐粘住了，加一点黑胡椒，不要太早腌盐哦，不要你的葱全部出水哦，你的饼就不好吃了。你就是要包饼的时候哈、哦，你把这个刺葱跟葱，然后加一点盐，有没有？它不会出水，它很清爽，你看，很美。OK， 然后给你咯，好，铺上来。很香哎，好香、哦！觉得哈、
葱是吃那滑溜的口感，那个葱也要注意哈，不能全部都那个葱绿。再来一些，再来一些哈，啊，这样有葱多一点。那你全部只有葱绿的话，它的黏液很多，所以那个葱只能切到靠近葱白啊，8公分左右，有一点绿，有一点白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谢谢你妈妈嘞，你的刺葱种的好香哦。然后最主要就是要加刺葱，刺葱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们最近哦，要去新竹学种菜，对不对？种原住民的野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这边已经有好了，它刚才包好哈，给它醒一下。OK， 那我这个里面有包刺葱跟葱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来把它稍微，因为我要让它的葱不要，我这边哈只用到那个大概135度，哦，不能太热，因为太热它这个里面很厚啊，哈，那我现在把它稍微压一下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不像一般外面的葱油饼是加了很多的油让它层次，我只是要吃有一点点那个葱的香气，所以我葱要包在里面，然后你放一点油， okay. 放一点油没？要放油吗？你不要吗？抹一点点。好了，抹一点点给你。比较香。比较香。一点点哦。几叔叔了。原住民没有讲几叔叔。好，抹一点油。OK， 然后呢？然后再加一个，再加这个双节的。双节的。好。那我用1/4。等一下翻面再1/4 ，OK， 好 ，good， 不错，好，好吃的刺葱馅饼秘诀在面皮，制作方法如下：将100克的小米用100cc 的温水浸泡3小时以后，倒掉40cc 的水，然后放入调理机内打成泥状，再加入50cc 的热水打匀后，倒入搅拌锅。之后加入100克的中筋面粉以及50克的全麦面粉，还有糖和海盐以及1大匙的橄榄油等一起搅拌。最后加入优格代替酵母，揉捏成型，放置发酵。回软约3个小时后，就可以包入刺葱以及葱等材料制作馅饼。我们现在好用同样的方式来做小米浓汤，可是呢，刚才我们这个哈，其实做饼的时候不要太湿，因为还要烫面加50cc 的热水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这样子去炒糊啊，你的浓汤很容易烧焦，所以呢，100cc 的水。温水配到100cc 的小米呢，它不要扣掉水，它就是这样 cc 的。OK， 那 cc 我现在来炒，好像在炒奶油糊啊。你要做浓汤 ，OK？ 可是今天的浓汤很健康，为什么呢？配南瓜，哎，我们配花莲采访的，也是原住民种的周竹，是花莲在嘉义，周竹也是原住民哈，是，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大块烹煮，把它煮得刚好熟 ，OK， 我们加。100cc 的水给它煮，它的水要用的哦，因为我们要煮浓汤，因为它本身很甜，我们是把这样子哈，100cc 一点点的水哈，把它煮得很甜，然后呢滚了小火六分钟 ，OK， very easy， 整大块煮，营养不流失 ，OK， 好，那滚了，先等一下我们小火，那我这边呢要来炒这个小米糊 ，OK， 那当然我这边会有高汤。因为我们配高汤，如果你喜欢配鲜奶也可以。那其实炒浓汤哈，如果说你今天是用生的南瓜去用机器把它打成糊来炒，我觉得不好，因为有些南瓜还没有熟成哈，你来做它削削，哈，炒青 ，OK。那我们因为这炒浓汤的方式很快，所以呢，我宁愿把南瓜煮得 smooth， 刚好熟很甜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弄成泥。然后我的浓汤就会很 smooth， 可是呢，因为它的南瓜是刚好熟的那种香气，不是生生的感觉。OK， 那炒浓汤很重要，不要小小火在那边焖，你的米是生的嘛，哈，你只要一点温水去泡，所以你要这个浓汤的炒法，哈，你要有点热度。我们来炒一下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没有南瓜，这个就小米100g 的小米配100cc 的温水，哈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加下来。OK， 好，那炒浓汤有没有？
炒浓汤哦，那个刚开始有没有？你的那个一直要搅拌，不然它会烧焦。OK， 那我们这个呢，给它炒炒炒。嗯，小米很香哦。OK， 那如果说你这个哈、南瓜先不下，因为我要给它炒香香的，你可以加一点高汤没关系。OK， 因为我们要维持它有一个温度，把小米哈、就是炒得有够熟。OK， 这样子哈、它很 smooth 很香。OK， 你可以再加一点高汤。嗯，等于是在边煮的过程边加高汤。对。啊、南瓜因为已经刚好熟哈，很香，你不要把它加下来，你太快一直煮你的南瓜泥哈，煮得过熟，对对对，那徐徐加入，徐徐加入这样子很好。其实这样子，虽然没有面糊，没有奶粉哈，可是当你小米跟高汤这样慢慢在煮成糊状的时候呢，小米可以真正的那个煮出它的香气。对。那南瓜是煮了刚好都在打成泥，会比你像很流行有些一些生鸡的观念，会把生的南瓜，然后小米打一打，然后就直接锅子煮滚，吃起来会比较涩，然后没那么香气。可是当你把南瓜用无水烹调法把它煮到完全刚好透，然后营养锁住的时候，最后打成泥再加到这里面，你会发现它特别有香甜，然后浓郁的感觉。好，你看哦，好、你看 very smooth， 很好，哇 beautiful， 哇，这个可能西方人不懂得这样子哈、用那个小米来做这个，你看，哇、小米弄成奶油，可是没有 butter 的那个反式脂肪。对 ，OK， 你一定要、炒得够香。如何 ？Good， 谁说小米是小鸟吃的？这是人吃的。哎，这是上帝给人的很好的礼物哦，而且是碱性的米哦。对，好，那我的高汤有加点盐，现在我们哈、已经很 smooth， OK。那这个哈、就看你要多浓，自己加高汤去做比例。哦 ，yes， 你看加那么美的这个南瓜，是不是很健康？哎，sorry， 哇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哇，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爽的浓汤呢。OK， 好，因为南瓜一定要最后，因为南瓜哈、你只要滚就 OK 了，然后很 smooth， 一点那个面疙瘩都没有。你要不要 try 一点点？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好，那这个哈、像我喜欢清爽，不加任何的奶，有没有？好、这样子的方式，你看多高档。那这个超的英国人。真的不错，它这种跟炒奶油糊那种感觉不同，对，很棒，很棒。稍微给它，对，给它滚一下哈，因为这个南瓜泥是冷的哈。那我们可以用精致的小碗，人家都西式的，我们来中式的小碗，西式。然后呢，加点，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西洋帕西里，加一点青色的这个进口的，哦。开心果，很开心，吃了会很开心。OK， 好、我觉得这样子配起来哈、有点像西式的浓汤，可是用那个原住民的小米来发挥的。OK， 这个要好了，好。OK， 来，拿给瓢。Good， 那咸度呢？可以不要太咸。当然。哇哦！哇哦 ，You see。好美哟！今天示范这个小米南瓜浓汤，搭配我们做的葱馅饼或者是原味的那个小米饼，就很好吃了。对，我们放一点这个 nuts 啊，也是加一点青色的 parsley。哇，很像六星级的浓汤嘞！然后再搭配这个饼这样去 dip， 你看哦，这样子，对。好像果酱，可是又不是。自制小米南瓜浓汤方法如下：用100cc 的水来煮300克的南瓜，将水煮滚后关小火煮6分钟，然后将南瓜捣成泥状备用。用100cc 的温水将100克的小米泡发3小时后，倒入调理机打成泥状。倒入锅中炒热，要不断翻搅，以免烧焦。加入适量高汤拌匀。
最后加入南瓜泥，自制可口的小米南瓜浓汤就完成了。